真的吗？天啊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好。我终于知道林一梦那天提前出去是干嘛去了。损失那天他约那个导演访谈。就是那天，我在那 Look 上班的朋友跟我说，林一梦跟那边的高管面试去了。不会吧？不可能。 有这么多猎头公司来找过伊木，伊木都没有动心呢，那他干嘛瞒着我们啊？他请那么推荐假，人呢？啊，什么人？哇，抢人找的人呢？走了。伊木，你真的要调走吗？你觉得呢？你觉得我会去吗？不会的，我认识的林一木不是这样的人。 他不会在朋友有难的时候丢下朋友就离开，也不会在关键的时候只想到自己。他虽然有的时候总开一些没大没小的玩笑，但是他很善良、很正直、很诚恳、很专业。别再说了，再说下去，我只会越来越爱你。哎。 你就这么怕我爱你了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去纽洛克的。除了我是一个讲义气、重情义、做事情认真负责的美男子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我不想让自己后悔。就像你之前说的。 如果我现在离开，我不知道伊木头最终的命运是什么，所以我不想让自己后悔。那就好啊。但是我不保证我不辞职啊。虽然很舍不得离开与自己一起并肩作战的小伙伴们，但是每天看着你的白皓月，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。 所以我不一定会留下。伊木哥已经走两天了吧？他不会真的要辞职了吧？太过分了！他不会就这样把我们抛下走吧？那倒不会，他倒是把写好的报告已经发给我了。是说林一木的吧？这兔崽子最绝情了。哼，嘴上说不会走。 我看呀，八成是去New Look了。那这样的话，那他也太过分了。这个林一木不会真的不来了吧？哎，我就奇怪了。哦，喂，你好。请问是李慧珍小姐吗？ 哦，对，我就是李慧珍。啊，你好，我是夏经理酒店的员工杜春桐，因为一直没有办法联系到夏经理本人，我们才找到他紧急联系人的电话。他怎么了呀？夏经理辞职了，但是总经理呢，希望能挽留他。请您转告他，抽空跟总经理联系一下，可以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 保持一点距离，对我们都好。夏经理辞职了，慧静这次来是想把他一起带去法国。